刚吃饱午餐，来九乡风景区燃烧一些卡路里。九乡是中国国家公园当中应有最多山洞的一个公园，估计有超过100个。九乡风景区包括鹰翠峡、惊魂峡、雄狮大厅、仙女宫、卧龙洞、蝙蝠洞跟等等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名电影片是在这里拍的，像神话、大兵小兵、西游记等等。我们现在要去坐外景梯下去鹰翠峡。这个峡谷只有1000米长，跟有一条河流过。现在我们在外景梯。这里就是鹰翠峡。想试一下吗？看你声音有多厉害，能不能把水喷上天？欢迎体验呐喊喷泉，只要对着话筒发出声音，河水就冲得比山高，非常刺激。坐小船看鹰翠峡谷。坐船喽！那南无你是一个秘诀呀。坐船啦、整个行程只有15分钟。一天要跑好多趟吗？这个地方是以前年轻的男女在这里对歌找情人。在这里转弯回去。
好了，让我们现在去体验惊魂峡，看会不会吓破胆。这个地道峡谷很深下去，就好像一座大山被切两边，水流的也特别快。以前他们是用楼上那个桥，那个更恐怖啊，比这个高几倍啊。惊魂峡是中国最华丽的地道峡，它有700米长，100米深。我们现在就要进山洞去玄师大厅。流到广东之后变成了珠江。这是珠江的上游哈，珠江的上游发源于云南，然后洞中有桥，刚才我们过的这个桥，现在右手边洞中有洞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洞里面了，右手边还有一个洞，古河川洞啊，洞中有洞，四个井来。这里是古代的河隧道，有很多叠层石。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原来河水冲刷过的痕迹 ，river。啊，以前的古河道 ，ancient river， 从这边下来，然后冲刷以后形成了这个河道。叠层石其实是蓝藻形成的。蓝藻是地球上最早的化石生命的证据。蓝藻吸收水、二氧化碳跟阳光，然后排出氧气，所以给了地球生命。
这里就是雄狮大厅，目前是世上最大的地道厅。等一下，后面的人没骑，等一下。来，我们马来西亚的来，等一下。这个洞比较大，还是张家界那个黄龙洞比较大？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大。那个呢？来，那么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洞，叫雄狮大厅，神话就在这里拍的，《The Mist》那部电影在这里拍的。看底下这种螺旋状的漩涡，这个大厅有15,000平方米大。不要被这个排版混淆，英文跟中文两个是倒反的，应该要先游往仙女宫，然后才去双瀑布。像天堂吗？你在抓什么？哦，是一粒四头球。乐上了天庭，现在要去看双瀑布。过了这个桥，我们就进入卧龙洞。
这个就是双瀑布在破龙洞。再跑上去就是九乡仙境风景区。看起来像梯田，但是它是石笋城。我们就要来到蝙蝠洞。你在中国洗了热吗？现在是你的机会。再爬300多步就到蝙蝠洞。如果跑不动了，就叫他们抬上去。办公了，累了就坐上去，坐了，累了送你上去，去收了钱，坐了，比较舒服。这个山洞就像倒反的石林。它叫蝙蝠洞，是因为以前很多蝙蝠住在这里，可是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。可以骑马下山，或者坐缆车。九乡游玩，明天要去大理。